好，家人们，咱接上一视频，咱第三圈的花瓣也勾完了哈，接下来咱开始勾第四圈，还是把这个线头哈放在勾到里面去，然后我们立一二三四五，五个辫子针。好，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再上一圈五个长针中间的这一针上再勾一个短针，一二三四五，然后还是在五个长针中间的这一针上勾一个短针，是五个长针，对。好，家人们，就以这样的方法把这一圈完成哈。好，这一圈咱也勾完了，咱还是在下面这里挑两根线勾一个引拔连接，然后呢我们还是勾这个花瓣的部分，先勾一个短针，然后两个辫子，然后再勾六个长针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六个长针，然后再两个辫子，一个短针。好，这就是这一圈花瓣的规律，家人们哈，一个短针，两个辫子，六个长针，两个辫子，再一个短针。好，家人们自己把这一圈完成吧。